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因为最近呢，南北方嘛都开始天气转凉了，那很多人呢就开始什么胳膊疼啊、腿疼啊、腰疼啊、肩膀疼啊，甚至有的人呢晚上会出现哈，就是入睡困难。因为我最近呢就用了一款这个海绵垫呢，就感觉特别的好，所以呢我也特别的有底气跟大家来分享。也有人说呢，让我们再给介绍一遍。我说那行哈，我今天再拍一遍。再具体的、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绵垫儿。看，我把这海绵从这袋儿里拿出来，它这有拉锁，都可以拆卸的，可以洗的。您看，大粒儿的粗盐，里边有红花、益母草，还有一些中药，我叫不上名儿来的。反正我就觉得用了它以后吧，我就抱着它。今天中午一会儿，哎呦，睡着了，特香，而且吧，它特别热乎，主要是。啊，你躺在它上面睡也行，或者脚底下。有的时候我那个脚吧，就晚上哈，就我就是爱手脚冰凉，可能个儿太高，就是微循环不好，所以我就把它垫在脚底下。哎呀，那脚一会儿就热乎了，就入睡，它是吧？就肯定对入睡有好处嘛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您看这个，这是它的开关，按这儿就常开。你看，按这儿开关。这是温度，这时间，温度从一档到12档就摁它，就这样调。然后这边呢，时间30分钟、45分钟、60分钟、90分钟，是吧？你睡觉之前弄个半个小时，然后它自己就关机了。然后全是智能控温的，这一关特别好。过两天我再弄一个，那叫什么艾绒的垫儿，那也好，艾绒垫儿。哎呀，反正吧，这上了岁数了吧，就得注意了，就让身体老热乎点，尤其现在天凉了，就是突发疾病的多了，就让他身体里面老热血循环着，他不就不容易犯病吗？比如说你要肚子疼，是吧？你就给它搁在肚子这儿；你要腰疼，就给它转到后面去，搁在腰上，这么着，这样一粘，这腰你是吧？可舒服了，你胃疼就搁在胃上，你比如说肩膀疼，看见没有？你比如说你肩膀疼，就这样，后边，哇塞，好舒服呀！哎呦，比如你睡觉之前哈，以前我给大家演示过，你就这样搁在这上面，就这一串儿，都特别舒服，特别热乎，是吧？您可以上网查查那个海盐的作用。反正我觉得用了它以后吧，完了我最近吧就觉得没有像以前似的，又吃点凉的热的，我的胃就不舒服什么的。就老让它保暖嘛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我把它放在橱窗啊，还有我视频下方也有链接。我建议您啊，比如说给父母啊、给自己啊、孩子啊、年轻人呀、啊，你拿到办公室也行，是吧？你搁在腰那儿，或者你搁在屁股底下坐在上面也特别舒服，它也那个哈可以。暖宫嘛，那个女孩子，请点赞关注哦。